早在80年代出道的香港歌手刘美君，当年以不受拘束、大胆前卫的表演风格，为本地乐坛开创先河。除了音乐上的成就，唱而优质演的她在2008年凭电影《我不卖身，我卖子宫》夺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，足见她唱歌以外的演艺实力，以及勇于跳出框框挑战自我的个性。刘美君更加在2017年10月举行的 Karma Chameleon 千色演唱会当中，破格邀请香港年轻编舞家林俊浩担任舞蹈总监，在演出中融汇戏剧、歌剧和现代舞，分别以10场跨越时空、极具意象的新编舞蹈串联整个演唱会，为普罗大众呈现跨界创新的舞台震撼之外，亦开阔本地演唱会多元表演的艺术视野。